长是这样的，也很有礼貌的。你们想过去吗？你想过去，我可以安排你过去，直接游过去。不会行吗？你看他们嘴好热吗？没有啦，这个我跟你说哈，他们这个狗也不舍得吃啊。朝鲜人是最喜欢吃狗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狗排呀、啊，什么狗爪呀、啊，带皮狗肉啊。但是这么说，朝鲜人也是很喜欢狗的。但是朝鲜的小狗也是很忠于它的主人，狗会游水，对不对？它不会游水到中国街内，听不懂，它听懂朝鲜语，听不懂汉语。但是如果说我不着急，我可以到长城那边上也可以。